带嘞，我单排又不是四黑，死嘞！被封喽，盖板喽。这也没地下室，不知道哪个监管。说真的，哦，跳跳鸟、哦，那不行，我不能修下面这一台。我本来想说在追他，我就直接先修下面那一台。嗯。别管我，别管我，别管我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别管我。糟糕，我在坐路了。那那边怎么被打到了？哎、欸，你怎么跑出去啊？看他身上中乌鸦也太扯了吧！你中乌鸦就会被知道位置啊！完蛋了。唉，真是的，他这个只是干扰我修机速度了。哇，地下室！哎呀，跑下去了耶，他没注意啊、哦，他以为他在那边修机啊，干傻逼！赶快拔，他没注意啊！操，拔！他刚才看到机子抖动，然后以为说小说家完全没有来救，然后耳鸣是大幅的。玩的开满机了。没关系，我故意的。OK。哎、欸，哦，亮了亮了亮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就是在诱拐他来我这一台，另外两台是做好的，因为一定要多修一台，完全被我拐死。来啊，别帮我！在干嘛、啊？干嘛帮我？别踩那边电，拜托！他乌鸦来不及传，乌鸦刚传，可是有传送哈，没关系，照开。我一个人牺牲小我完成大我。你们要一个人过去等着救大副哦，他一定会忍不住过来的。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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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剩一点点，剩一点点。
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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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没有计划通观念大王？应该说观念之神大王好难听啊，好老气的感觉。OK， 777刷一波。